无论在何时何地，南方北方，都不能没有除夕的年夜饭和新年的爆竹。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每年都从这一刻重启，循环往复地过着有滋有味、生生不息的好日子。以家庭式养老占据主流的当下中国，由于子女自身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日趋紧张，父母的养老也变得空前紧张。老人们为给子女分忧，也开始探索新的养老方式。来自东北的雁南飞养老团共20人，他们以体验、尝试、探索抱团养老为目的，一路野外宿营，一路生火做饭，从东北自驾到海南猫冬过年。现在13天的抱团旅游结束，意味着抱团养老的生活真正开始。虽然是曾经的同学，还是一起下过乡的知青，但毕竟性格迥异，每日朝夕相处，衣食住行，他们怎样适应集体生活？他们能否和平共处？或许雁南飞养老团的抱团养老仍处于初级探索尝试阶段，但他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，也是在给中国当下的新型养老提供更多的经验和借鉴。能好好的休息休息，好好的旅游，好好的享受生活，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我看跟大夫商量一下，我毕竟我就停止化疗，吃点中药，吃中药，可能就是把它顶过去了。我不相信我是这个绝症，知道不？我怀疑自己。我说我这性格这么开朗，不应该呀，我还有老多事情没做呢。我真的你说你带着你爱人的那种想法来到海南，对呀，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，真的。他就说他老头那时候就想上海南。他那个什么，是他瞎走的，不是头五一走吗？你看，那时候要不然旅游地图书都买完了，我俩家走，人就该着不是成，谁该着他没来。他说这回我是代替我老头上那走，挺遗憾的，就好像是。当时一说吧，我就眼泪瞎了，真的。是，我说海南，我一定要去。13天自驾旅行到海南，意味着抱团旅游的结束，抱团养老的真正开始。老郭，你下去，停着吧。那，总共几个人？6个人。603。你要走到尽头的时候，
心里越着急。那走到尽头了，同学们就吃住，那二十多人咋整？但是呢，总的来说，大家平平安安，哎，这是我们最终的胜利。这个整体将他乐乐呵呵的，说你多站了，你知道咋多站？你吃亏了，你知道咋吃亏的？一算账啊，这个男我得有，我来时候有奖了。哎，那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无所谓了。我这个事儿那事儿，哎，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。来时候他有奖码的，他说哪个车没加满油啊？完了回来原来原定回去给你加满了，怎么那么定的吗？那别人上了车就半箱油啊。燕南飞养老团到海南后，先是理清了账目。13天的旅行，吃住行玩，平均每人的费用是2000元。都这么大年龄了，别吵扰我们算，静静算就没问题。完了吧？说心里话，连夜不挂，也点那儿去唱一个词，也点那儿去，那正常。啊、就我点苗子受不着呢。一锅黑烧豆，完了食物完了断了，你说俩人。回来功夫却黑了，你这个劲儿你要感谢同学，因为我大脑动起来了，不光打麻将。对。行，这么地。等一出来就成龙女了。挺好，这地方不错呀。燕南飞养老团选择的落脚点是位于三亚市芽城镇的一栋独立2层小屋，每月4500元，共有6个房间。在分配上，王四方、王爱军夫妇占据1间，其他9位女性分配在楼上的另外3个房间，9位男性中的6位挤在楼下的2个房间。老郭、老童、老杨分别在厅里和院子里搭了地铺和帐篷。哎，大孙女，想不想爷爷啊？啊？哎，想我了？等这个孩子大了，我领来。我们这个走了10个省啊，到哪个地方都围一帮一帮的。等那个儿子他们那个奋斗完了以后，也像我们这种生活，多开心呢！啊，大伙儿给一起吃住、做饭，啊，非常好啊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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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还是咱东北的大白菜和东北的粉条好。孩子必须，必须，必须，必须。我跟那个同学、老伴都说过这事儿。哎，这个集体啊，还是有好处的，因为子女终究有子女的事业、家庭。吃着，把菜都这砸上光了。你坐着好，我背着。走路吧，要不老总得背着。背啥背呀？所以这些人在一起没啥牵挂了。大伙儿都挺融洽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为以后打基础呗。以后不总得在一起过年了吗？现在只是个开始。我以前也很少过集体生活，多少有点也不适应。住的时候应该注意点啥？可能我这方面经验也没有。选那些志同道合的在一起，这就是个磨合过程。你要是不适应这集体，那你自己走开就完了，对吧？这一路上走是太高兴了，可能是一高兴一干啥把什么都忘掉了，不没寻思自己是个病人，就寻思自己比他们都健康。现在2个光头了，跟谁？跟那个老童。
老王这个大哥给我锻炼，老朋友做饭去了。我老婆也光头，因为光头断，光头长。因为我说你是追求完美的人，知道不？其实我在退休之后呢，我就自己心情上的心情不好了，搁家收拾完、洗完了、刷完了、不管装美，哎，精神面貌不一样了，用精神面貌去战胜一切，你知道自己给自己安慰。那他叫我带来的，上我们家，我说你拿着吧，要不拿来了。嗯，来，你来，坐着不用他说了。你这会使吗？我都没使呢，但我知道一煮就一点啊。好，这一点都能整两回。这大点大点，你够够够，拉倒吧。这个这精华，你这个就一点，就那些就够。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说了，用半年半年的这个酸不白告他去。就这次活动是个尝试，也是为将来打基础。就我们现在住这房子，跟房东商量好了，明年再来。好，拿酱啊！就是越吃越胖。我告诉你，不吃就挨熏啊！吃完饭每人加200块钱，完一会儿得买面、买辣、买其他东西去。不是，那是那像那个住一个月行，那不住一个月呢？啊，完了给你马上走，给你退，给你退呗，马上就给你退，啊，一把一粒数多好，省没有收入，省事儿，那不能一天一算，一把一粒数得你行，杨总行，我收，杨你收，我收，那个这顿饭一个人50啊，我收50-80，今天买粮买粮，还是跟自己的子女在一块比较好，跟大家在一块呢。也很好，但是感情和这子女的感情不一样，子女那是亲情，跟同学这种是一种同学之间的友谊。老郭上三亚，我说买菜啥都买。三亚离这多远呢？你要去就去吧，不远。我得去取钱去，都是没钱的。那就去，咱去吧去。我也得取钱，我必须得取钱。你俩都取钱，那老头买菜就行了。报个盆，你们都中不中？房东这儿一个盆儿，一脚起啥的，房子两个，一脚不行。那鸡蛋多少钱一把？20，啊，20。能不能18起？给我买5把。你买28，我亏的更多。亏啥多呀？我买的东西既不能损失，完了还实用。当时家都知道，我2-3家就可以，就心中就有数了。鸡蛋你要几百？我要5个。9个。那咋的？那便宜1块钱。你说他们一直就在一样，你告诉他还缺啥呢？看看就这个调料，蚝油、酱油、醋，应该是两个人做的工作，必须两个人做，这能更好的啊！因为是集体的事儿嘛，集体的钱，所以必须得认真对待，哪怕是一分钱，也得让他对上。东西就给我拿500块钱，我都花100了。集体生活必须保证账目清楚，每次采买生活物资必须由两人以上负责。每花一分钱，皆有账目可查。有我是比较，大伙都比较省心。生日快乐啊！一个人就是相当于整个这个后勤的，就不用别人操心了。我是这拳打脚踢的，连买带做全都来了。花了就是那个拿了一大堆药，我也没吃。嗯、
我这五金和这个豆沟嘴嚼不嚼我就愿意。我是咋的？我是抖了开一仰脖，完了一口水就冲进去，哪还泡那玩意儿？一个，是我才发现这事儿啊！一开始那里都热气呢。你叫我干啥呀？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谁干的？你是不是烧嘴了？啊！那你为啥把电饭锅给拔下来呀？谁搬的电饭锅来的？你不拔电饭锅，我这从电饭锅拔下来的。你这个好几个卡住了。我刚从电饭锅拔下来的。我根本没往下拿，没根本没往下拿。为啥你？我刚从电饭锅拿下来的，你见啥呀？你闲卡住。你见啥见？我刚从电饭锅拿下来的，大伙都在那看。确实是他整的，他把那电就给拔了，完了把那个插上了。有闲卡住，你看我刚从那几个闲的，几个闲的，是啊，我根本没动那头啊。你可别怨我，别怨我。那没完，这我刚换的。行，你别找不着人儿，你瞎说搁那。他就是那样，我没说嘛，说十回吧，有十一回是不对的。我可今天可真一点没怨你，我从这个拔下来，把那换上的。一开始热了。啊，热了，我说这第一。完后来谁给薅下去了？不知道谁薅啊？我说咋不热呢？他说你咋不热呢？我给你打开看，你摸摸水看看，看确实是热的，水是热的。证明当时厂了，要不然这说包子上桌了。我们俩一个班的多少年了，你也不会说了就拉倒了，你也不会打仗，也不会咋地。逮饭了，逮饭了，哎，好吧，老张，算了，没事。包子就酒，这喝就有。我听着闲聊正好。真叽里咕声话，咱这屋我跟你说，外边下大雪，屋里头下小雪，戴棉帽子睡觉。好了，来，早上起来这还是一层霜，一层下雪花啊，为啥呀？那没几年，窗户这个渗透风。对，那个晚上戴棉帽睡觉，戴棉帽睡觉，那干啥事？原来在很早以前，我们就曾经说过，咱们年龄大的时候一定要。成立一个老年集体户，应该说我们现在就有点成型了。现在一寻思，那时候都是孩子呢，谁会做饭呢？太小了，对呀、太小了，那不会。十六岁吧。就是，那还小孩呢。嗯。那是。下来人。老郭想让同学在海南的养老生活丰富起来，不单调。他花了12000元自费从广州购买了冲锋舟，他想和同学去大海里打鱼。冲锋舟在长春的一处小鱼塘成功试水后，老郭又把它游来了海南。冲锋舟辗转广州、长春、三亚，经过漫长的迁徙，现在他就要驶向大海。完了，声音，完了，一边一个不是？先把这个安平了。那你那么搁，你整下辈那个来。先走这个，先走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冲舟沉呐，抬到水边，虽然近，也得歇三气儿。咱几天没帅的，咱俩整就行，来吧，整就行。这抬下把沙抬掉了。就觉得这网太大了，会撒得成吗？能钓上鱼了吗？我就让他给不错。渔网和冲锋舟啊，到这儿那是奇葩，很多老百姓都过来看，他从头一次看到钓鱼的队伍中还有这样的一支队伍。来点人抬，到大海里那100米啊，就像个小线头似的，无风三尺浪，一个浪就起来了，把那冲锋舟就飘到浪顶上去了。大家也是，虽然穿着救生衣，但是也呜嗷乱喊，害怕，慢点，别整了，别整了。当时看自己的冲锋舟的时候，那简直就像看舰艇一样。可是现在来到大海面前，我们看的冲锋就是一片树叶嘛，心呢就掉下来了。我就想，这来一浪咋整？正好能看着鱼蹦着，进不进来不知道了。我们在风浪中驾驭了它，也捞回了自己的成果，也展示了自己的这种风采。重要的在于大家能把劲儿往一处使，能把这件事情做成。不管它是什么事，
不管这件事的功劳怎么样，但是能把它做成了，这种成功本身，我认为就是我们抱团的一种成功。这会儿就捞上几条小鱼儿，锅里的，人家看人家渔民看他们都笑，就是玩儿。这个年龄呢，重在参与，哎，同学玩儿挺高兴。他要老是高兴，怕他不老。哎呀妈，这玩意儿啥玩意儿都得打红鼻尖儿。哎呀，你这么敢打，差一点儿，我上来还差一点儿。我头一次，从来没下过嘴。这刘坤荣也学不会呀，你看这教的。这就上学，等你这个蒸的加水这个动作好了之后，这胳膊自然而然就会。雁南飞养老团的抱团养老生活，一晃就过去三个多月。除了捕鱼、游泳，他们又加入了合唱团。凑巧的是，他们在长春的声乐老师也从东北来到了海南过年，一块儿出来上海南，一块儿去旅游，一块儿去玩，一块儿大家唱唱歌，我觉得这个理念还是很好的。等我老了，真是我不愿意做饭的时候，我跟他们一块儿养老去。哎，你关大弟，你手不嘚瑟去，要讲一下高凯，他这出门出现不了那个事儿。我为啥不眼熟呢？就我就鬓角有点白的，你就使劲给它推轻的。完了完事儿了？哎，不行，那得刮一下，让它正亮正亮。这头前剃的？你浪子不快，太不快了，挠的好疼。我给你剃，我自己来。高矮下，你看看合不合适？装饰一新的椰子树，夹着海浪声。这个岁末，雁南飞养老团精心策划了一顿充满创意的海滩年夜饭。小心水一会儿淌了呀！别说话。同学也好，是跟子女也好，一段时间和子女在一块儿，一段时间和同学在一块儿，我觉得这样最好。子女不在身边，虽然缺少了亲情的陪伴，但老人们在一起集体过年，依旧让人踏实温暖。这饺子呢？这饺子太好跟包子一样。饺子个儿不小，馅儿也不小。坤荣还会包饺子呢。包饺子才行。此情此景，纵使岁月催人老，然而
他们延续的歌声与欢笑还仍然那样年轻。走在大路上，预备起。我们走在大路上，意气风发都张扬，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，向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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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革命气势不可阻挡，向前进，朝着胜利的方向。过年好！这上边哪个登记口？不知道，我估计看这东西。十七，我相到这边。咱照个相怎么整着？啊，照个相吗？行行行。没有玩够，没有过够，就时间太短了。保重。真的想你。盒子拥抱的时候，那种情绪根本控制不了。我怎么会知道我在几个月以后回去会不会才能见到他？安静，我才睡觉呢。通过燕南飞，我觉得把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也拉近了。假如要是将来抱团养老真的能够这么走下去，我也更希望跟同学在一起。那边是市场，好不好？第一次来吧，小伙子。